你会因耗尽体内所有生气，疼痛加剧而亡。你本可以再有些时日的。灿烂一瞬已是足够。万花谷第一御灵石，用这样的方式退场，也挺好。多谢先生，愿意相助。此事，我绝对不会告知洛洛还有长夜。 真情难求，相思难得。可这世间总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去做，而这些事情重于性命，重于情爱。所以，即便日后他们知晓了，孔明也绝不会后悔。金鹤，如今的北原跟万花谷可以说是水火不容。 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场战事？我可否求先生，先带我去见一个人？父王，女儿即将上战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替您报仇。只是长夜如今失去了一半灵力，此番出战。 生死难测，还望您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佑他平安。命由天，事由人。与其求先者保佑，不如求己。纪云禾，你还敢来这儿？来人！少主，不必费心了，周围的守卫我都已经调走了。大敌当前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 当初被关在仙师府，仙师告诉过我，蛟族有可以恢复灵力的办法，只要让蛟珠回归长翼体内，届时他必然灵力恢复，说不定更胜从前。你以为我没想过吗？若能杀你取珠，我早就动手了，可他绝不会同意的。你如今说这些又有何用？你不行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 我既然能让他给，就自然能让他取回去。此事，空明先生可以为我作证。季云禾，你到底在图谋什么？我什么也不图，
我只是希望这一场战能不打便不打，毕竟北渊的风景这么好，大家开开心心的饮酒赏雪不好吗？督军，鲛人已经带着北渊先壮到达边境，与万花谷对上了。只是北渊士气旺盛，督军可需我方暂避其锋芒，以免产生伤亡。不必，死多少都无所谓，确切的说应该是死得越多越好。待他们两败俱伤之际，咱们再带人过去。什么北渊，什么万花谷，本座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诸位，北渊并不好战，如果你们愿意退兵，林浩卿便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去。我以北渊尊主之名许诺，绝不派兵追击，自此你我两岸互不侵扰。但如果你们执意要打，今日我就让你们看看何为北渊不惧战。现在究竟该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要打？万花谷所有人的命数都掌握在朱灵的手里，我们没有退路，唯有放手一搏。长夜，此番对战非我们所愿，但却不得不战，说再多也是无用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是我自己要过来的，你别怪他们。长夜，现在不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，还关系到整个北渊。长夜，放开他！云禾，跟我们走。别皱眉，这样不好看。放心，我不是要逃跑，我只是在屋里待久了，想出来跟顾友说说话。季云禾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是在帮着北渊对抗万花谷吗？云禾，你要知道，谷主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。万花谷跟北渊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，林浩卿此次出征不单是为了我，更是为了你们，把你们带来本就是为了投诚。你说什么？你已经见过谷主了吗？停手吧，
这一战我们双方都不会是赢家。谷主虽然被你们抓了，但是万花谷御灵师的尊严尚在，容不得你再次轻视污蔑。云和并非要轻视大家，也并非要侮辱大家，只是当年先是他用寒霜压制万花谷之时，就已经注定了今日的败局。你所言不错，目前万花谷的御灵师皆被先师与顺德所控，可是蝼蚁尚且偷生，命在他人手，我们无从选择。命是在他人手中，但心永远都是属于自己的，想要回头永远都不晚。万花谷已经输了几百年了，还要继续让他再输下去吗？但是我们身上的寒霜未除，此刻若不打，万花谷便会万劫不复。只要你们归入北院，一切就还未到绝路。诸位，我已经研制出了药物，可以压制住寒霜。之前你们派来凌霜台的同僚也曾经寒霜发作，但是服下药物后至今仍安然无恙。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寒霜的。寒霜虽然可缓，但是北渊仙众与御灵师的积怨又如何化解得了？加上狐王之死，你们定会迁怒于万花谷的御灵师。如此大仇想要罢手，谈何容易。我乃狐王之女星瑶，当初害我父王碎丹之人乃是仙师，而威压四方众仙友的是仙师纵容下的顺德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青瑶今日在此立誓，凡是愿意加入北渊共同抗击仙师顺德的御灵师，我们都愿意接纳，绝无报复之意。诸位，我也曾是御灵师，我知道你们冒死前来北渊苦寒之地的不愿不甘与不义，但是你们想想，是谁让你们来到这儿的？你们又是为谁而战斗？可有清醒的人睁眼看看，是谁让我们的血性不在？是谁将我们困于牢笼之中？又是谁在恫吓威胁我们？你们的刀剑挥向何处？你们的性命还有一腔热血又洒向何处？我欲将我手中的刀剑挥向牢笼外的行刑者，而并非同样夹缝中求生的苦难者。仙师困不住我，也困不住万花谷。寒霜虽然可以压制躯体，但是压制不住内心的道义还有希望。御灵师之魂永远都是自由的。北渊不惧战，但更愿与诸位携手对敌。凡入北渊者，北渊定永不相负。云恒，我说过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愿意信你。曲小星，愿入北渊。曲小星，还不明白吗？屈服跟希望，你们选哪一个？
个活的东西。曲小星，我命你进宫，你竟然带着大家投降。好，选择希望是吧？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你们选择的北渊如何能救你们。有缓解之药是吗？万花谷有3000御灵石，我看你北渊能救多少，又来得及救多少。云鹤，云远，鼓声为什么停了？难道是战事停了？三绝灵力，他早突破寒霜禁制，体内灵力能暂缓寒霜。难道纪云鹤？长夜，体内灵力什么？就留在这里，让我最后看一眼雪。没有告诉我答案，我也没有原谅你，我不准你死。不是我黑的笑。云禾，你不能死。云禾，云禾，云禾，你要去哪儿？人痴心人抬头望，留不住的光亮。黑随他流浪，愿你的所长去过眼底花园里，我远离了悲伤就不疼了。虚妄忘却繁盛，让遗憾不生长，不疼了。从此无所怕，无惧也无花香。
大尾巴。其实我也想跟你说，我从未背叛过你，可是我不敢。我撒下了以大局为重的谎，骗过了所有人，也骗过了我自己。我只是害怕，怕我做的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替你做决定是错，逼你离开是错，在悬崖上刺你一剑，让你心死也是错，将你这颗赤子之心伤得千疮百孔是错，让你这个温柔如水的人如今变得面目全非也是错。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反正你我之间也无法再回头了。大尾巴鱼忘了我，也让自己解脱了。这里发花又盛放，如你般明朗，转眼过几万个光年，你可曾看见这世间如你所想。交出立体，他已经不在了。愿你的所长去挂眼地方，远离我，远离了悲伤，从此无需我忘却繁盛。雨禾，我不要你就这么走了，你醒醒啊，醒醒。他一定是在骗我，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真话，之前他为了让我走便骗我杀我，所以现在他一定是想让我放了他，所以才骗我假死，对不对？云禾，你在假死对不对？云禾，你不要碰他了，都是你不好，他倔你也跟着倔，他赌气你也跟着赌气，云禾就是想的太多，顾虑太多。可是你呢？你明明知道他说的都是些违心的话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哄哄他，让让他呢？你明明知道他喜欢外面的世界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能让他出去看一看呢？你是他最最喜欢的人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先服个软呢？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帮你啊。这里发花又盛放，如你般明朗，转眼过几万个光年，你可曾看见这世间如你所想。我曾经问过你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其实无论你跟我解释什么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我都相信你。过去种种，我
我早就放下了，我只是想把你留住。我封住了湖心岛，锁了云渊，我尽我所有的力量去监视你，看护你，为什么还是留不住你？如今遭受的没错，我为什么就不能饶着？为什么非要跟你赌气？为什么不直接把心里的话告诉你？为什么偏偏要逼着你给我一个解释？云禾，我再也不折磨你了，再也不报复你了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再丢下我好不好？就要消散了，这是天意，也是他最后的愿望了。雷天，你没有看我的眼睛。云禾平安的，我让你绝不可以撒谎。可是你没敢看我的眼睛，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决定让云禾去送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直都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不想再看见你了，我也不要再对你负责了。洛洛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如果你再敢过来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找你喝酒了，前辈呢？喝完就不会这么痛了。
小丫头，我回乐游山了，不必找我，有缘再会。所有人都走了，反正这条命时日已不多，不如就拿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这样日后还能有人惦记着我的好，想想也是赚了。你果真要这么做？将鲛珠归还给长夜，少主也可以对清玄长老有个交代，不是吗？只希望日后少主可以接纳我谷中故人，毕竟狐王最想看到的并不是血洗战场，而是少主可以带着整个北院平安自由。金云鹤，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有人说我该像风一样，风是自由的，没有人能困得住风，也没有人能困得住我。父王，金云鹤死了，他到死还在为北渊着想，或许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误会他，是我在偏见和咄咄逼人。女儿如今好像知道何为大局了，您的仇我也替您报了，可是为什么，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心那么难受？谷主，你莫忧心，也许是纪云和找到了别的办法，阻止了战事。他的反噬已至心脉，若再动灵力，他活不了的。他用自己的一条命，给了所有人一个交代，还是对自己那么狠。纪云和。还是那个纪云和。洛洛，看，我们找到玉露灵芝了，走，我们去找云和。天君，要不再多留些时日，这图还没解开呢。
本君不放心姐姐，又有些担心姬云和，天庭医官众多，也许能找到为他续命的办法。两位神君且在待遇等我一阵，我去去就回。好。怎么了？听闻有英才陨落，会有流星堕空。二舅刚刚好像感觉到，有个很重要的朋友不在了。很重要的朋友。天君，血统灵传来消息，顺德献祭发兵北渊，姬云和他出事了。什么？废物！献祭，献祭！本宫让你督军，你却把整个大军给丢了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朱玲，一次是失误，那两次是什么？本宫要你有何用？献祭，姬云和死了。什么？小仙是看他死了才拼死回来向您禀告的。您只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帮仙姬踏平北渊。踏平北渊？汝君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可是修炼有所成了？你说纪云和死了？是仙姬命小仙督军，小仙在阵前亲眼所见纪云和散尽灵力殒命。天君，纪云和之前重伤仙姬，如今结局是他咎由自取，仙姬之仇终于得报，小仙恭喜天君，恭喜仙姬。是你亲自督军？正是。飞廉神君，天庭之中刑罚最重为何？启禀天君，违逆天道，滥杀无辜，当处十二道雷刑，受削筋断骨之痛。好，来人，在，将竹林带下去。仙姬，天君啊，十二道雷刑，一道都不能少，由飞廉神君亲自践行。是。汝君，你什么意思？姐姐，你随我去个地方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走。浪峰巅，你为何带我来这儿？姐姐，可还记得这棵菩提树？我当然记得，那时父君母神相继陨灭，我又将你的元神养在这菩提树中，我日日浇水剪枝，愿你早日出世，这样我就不会那么寂寞，身边能有个亲人陪伴了。是姐姐对我悉心守护，恍如昨日，但往事已矣，汝君从未想过姐姐与我有朝一日会走到这一步。汝君，你什么意思？那时姐姐心思悲悯，如今却变得残忍暴虐。汝君不希望姐姐再这般堕落下去，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，望姐姐悬崖勒马，及时回头。若不然怎样？我为何要回头？你为了纪云和委屈，为了北渊委屈，姐姐就不委屈吗？纪云和，他毁了我的脸，先是他拿我做他人的替身，他们伤我害我，我不过是夺回所失，我何错之有？可这不是你滥杀无辜的理由，更何况这当初一切本就是你咎由自取，到如今你还不愿忏悔吗？忏悔？如君，我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你当真要罔顾多年姐弟的情分，为了纪云和和北渊那群卑劣的小仙与姐姐作对吗？汝君并非绝情，可这四海八荒万千生灵，没有高贵卑贱之分，都是我肩上的责任。长姐如过去我念你对我有恩，对你心软，如今不可一错再错。此番你发兵北渊，有违天道，现除你仙号。
禁足于寝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离开半步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四海八荒最尊贵的仙姬，你不能关我，你也关不住我。这菩提树是父君母神所植，数万年灵性，连他都觉得你错，身居高位就更应明白自己一言一行都需担负其责，希望姐姐在禁足期间能想明白这个道理。若你今后再行不义之事，本君就当没有这个姐姐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如菊。前辈，见此心事，我应当已经不在。有一事我一直隐瞒，宁夕已托梦于我，让我转告你。当年宁师祖并未骗你，他却想下十方阵与你相守，却不知为宁情所骗，被杀于十方阵外，所以才失约于你。我欣赏前辈之洒脱，先前不愿将你再扯进漩涡之中，可最后才明白，如此终究与你太不公平。我已将当年的真相在复书中禁书写下，已再无隐瞒，指望前辈记得。宁卿如今实力时间难敌，若贸然寻仇的话必然会落败，前路如何还望前辈自己抉择。云何言尽于此，前辈珍重。明明你我棋力相差无几，为何我每次都输你一招？你啊，就是太没耐心，下棋如此，练剑也是如此，老是着急想赢。兵之诡道，戒骄戒躁，制敌之机不在于出手，而在于等待，等待绝杀一刻的到来。若初，这次我会耐心的等，等到宁卿气数将尽的那一日，到时我们一起去替你复仇，可好？所长去狂言地方，远离我，远离了悲伤，从此无虚妄，忘却繁盛，让遗憾不生长。愿你从此无所怕，无愧也无话，像萤火追逐着海浪，捉不住的光，任由我
雨滔滔飞沙，我想你在某个他方，自由的欢唱，别再想起关于我的过往。这里繁华又盛放，如你般明朗，转眼过几万个光年，你可曾看见这世界如你所想。